对啊，环境好多次。如果想要加入
线不在中线，我们中线是我们的这个红色轿子这里哈，红色轿子也就是我站的正前方，这里才是中线哈。好，那我们宋冬队帮我们把绳子稍微往后拉一点点，稍微往后拉一点点。好，一样，我们请那个，我们的肖罗。好，我们现在双方离手，离开绳子，离开绳子，离开绳子。好。有点远，好，我们你们两位当基准线来。你们两位哈，超过只要超过你们就算哪一边。OK， 我跟雅彤是中线，啊。公平公正公开哦，好不好？不要再动了，这位小哥不要再动了，好不好？你是基准线。好，来，裁判长拿起红色中线，来，请双方选手拿绳子，举绳，举绳。冷静，宋冬，举绳子而已啊！宋冬，放松一点，回来给我。中线已经往你们那边跑了，来回放回来，放回来，放回来。宋冬组，放回来一点，放回来一点。现在他不在中线上，宋冬。好 ，OK， 也是个好方法。他绑死了，他拔不起来。敲锣，我们一凡已经准备好了敲锣了。好，来，一凡，来，一璇，一璇，对不起，可爱，我叫错人了，对不起，一璇哈，好，一样，我们老规矩，锣声三下是开始，锣声三下就是结束，可以哈。锣声三下开始，锣声三下结束，或者是你们看到雅彤的杆子举起来，也就是结束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需要把车子移出来，来宋冬这边的小心，我们这边有居民要把车子移出来啊。那我们迎春这边的也不好意思让一点点路，我们有居民要把车子移出来啊，应该不会听到。他是要，对，来我们往庙这边靠啊，往庙那边哈。好，我们的居民要把车子开出去啊。应该不用。好，来往庙这边啊，往东。
工程行这边靠一下，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居民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迎春跟宋冬的队伍哦，我们三战两胜哦，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绳子这边了哈。三战两胜。各位，刚刚第一战之后，是不是觉得哪里有点痛呢？我们现在为两队准备了手套。分给别人拿一下。
公开了哈。双方选手拿绳子举绳。小组正在帮大家量测一下，啊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啊，量测中，量测中，还不要用力哦，不要用力哦，不要用力哦。好，量测完成，啊，我们的敲锣手预备，三下走。